危，24蚊到赢11蚊位置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六场赛事，4番1200，大热系9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前面快集有上教电子兄弟内栏咧，好好彩彩咧都相当快啊！第四位盛世名驹啦，第五位咧仲有红衫黄帽咧，就系呢只诚心所愿啦。第六位红眼眨猛咁骑就有运来啊，后边嘛高高啊内栏，大约尾六到啦。咁啊拍住佢粉红帽尾五咧，仲有疾风劲草啊，后边四只黄脚立尾四留得好辛苦啊。出边名骏福星啦，内栏仲有飞马好威啦，暂时电流系立得架势嚟噶。好啦，跑咗一段嘅路程啦，前面好好彩彩贴栏放啊！电子兄弟就跟住个第二位，第三位嘅话有上教啦，内栏第四，诚心所愿啊，第五位仲有盛世名驹啦，再后边啊仲有有运来内栏红衫咧就高高啦，后边个五匹马名骏福星、疾风劲草啦，尾三飞马好威，尾二黄帽黄脚立包尾嗰只系立得架势嚟噶，好啦，正着直路啦，好好彩彩咧就唔多啦，电子兄弟过佢啊，后边嘅马啦有上教啦，诚心所愿最紧啦，出边上嚟嘅马有运来，中间仲有盛世名驹高高啊，最后百零米啦，透出噶嘛？盛世名驹斗紧有运来啊，外边冚上嚟系黄脚立啊，最后50米，盛世名驹一路压住有运来，两匹马相当接近啊。第三名黄脚立，第四名系诚心所愿啊。结果今场赛事呢只盛世名驹咁啊，步步都压住咗嗰只有运来噶，有运来就响佢外边红眼就话大只啲嘅，第三咧缩住嚟跑，黄脚立，第四名系诚心所愿。上次初出就已经缩咗后面奄奄养养咁追几步，今次保重啦呢只五号嘅盛世名驹玛雅叶闯，跑第二名咧11号都追好多嗰只有运来啊，第三名就系6号嘅黄脚立，跑第四12号嘅诚心所愿。哇！临尾步步都过唔到只盛世名驹啊，有运来佢都落飞啊，24倍开跑啊，盛世名驹啊回飞啊18倍。睇翻张相啊，咁啊，结果盛世名驹短码头啊，啱啱顶住只有运来，成好多233。沈泽成除咗剑在九点之外，场场喺度啊，即系233一路滑落去。系啊，恭喜玛雅啦，赢翻马对上一次10月尾嘅禅胜宝驹。哦，又出咗禅胜宝驹。嗯，波件事就话住胜辉，10月1三跌啦，盛世名驹。排个六档起步，出闸都顺利啊！喺佢隔篱嗰只诚心所愿啊，少少比紧啦。玛雅呢度望一望入边，慢慢咁摄紧埋去噶啦。前面快就好好彩彩啦，出边系电子兄弟三碟喎，嗰只上架斗队啊，几只斗队今晚都唔嚟放头嘅。咁啊，后边就盛世名驹咧喺个四五位嘅二碟位置，再后边啊诚心所愿啦，有运来呢度先埋到去二碟位置啊，高高啊贴栏啦，跟住疾风劲草喺晒尾咧，飞马好威啦，名骏福星立得架势都几唔规矩啊，包晒尾黄脚立二碟嘅，其实都系成晚都系啲四五六位嗰啲马跑得最好啦，即系守住。咁呢场都系啊，啲盛世名驹啊，咁有运来啊，都系嗰啲位。名骏福星嘅全程都走开边望空嘅，咁啊蚀唔到啊冇计噶啦，呢啲蚀唔起嘅呢啲马。其实高高今日都贴翻栏啦，不过都好曳啊个演出。系啊，骑落去冇噶啫嘛。连兄弟放头又系唔得啦，今晚放头都系蚀底啊。佢已经搞掂咗埋边嗰只噶啦，但系都斗咗好耐咯。系啊，佢系叻啲嘅，不过冇办法啊，跑道唔啱。追得最劲就黄脚立都跑晒啦，冇办法个十档。有运来都打晒。咁啊，第六场赛事到福榜完毕，派彩作实噶啦。维智 Q 派彩5搭11排366蚊，5搭6排134.5，6搭11排146蚊。
三揀一排財喺四區最後排 A3， 其他冷門排$31。二重彩五號、十一號順序派$2049。四連環五號、六號、十一號、十二號派$3722。四重彩五號、十一號、六號、十二號順序派$94685。孖宝头关七号、尾关五号派$1398.5，头关七号、尾关十一号派$378。分段时间头段23:06，第段22:75，末段23:74，赛事完成时间1分10秒09。